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带来的着装密码节目，我是车尼斯坎隆。通过本节目，您可以领略到全球最领先的时尚。十月份是全球预防乳腺癌宣传月，很多的商家都推出了特别版本的新产品，以此来支持预防乳腺癌活动。这里有一些粉红产品，也许就是你好的选择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化妆品。雅诗兰黛集团花费50万美元推出了最新粉红丝带系列化妆品，以此来支持预防乳腺癌活动。推出的这些特殊产品，当然了，都是以粉红色包装为主，以及都搭配了粉红色丝带作为标志。其次我们要说到的是来自于美国设计师拉尔夫·劳伦开启了粉红小马基金计划，向乳腺癌宣传月致敬，为全世界的防癌致癌做出了贡献。而本次粉红小马计划至少有25%的捐款将会直接的捐赠给癌症相关的事业。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看超模卡拉·迪瓦伊，她的母亲就是因为乳腺癌而去世的，所以她用自己特殊的行为来支持预防乳腺癌月。她代言了斯特拉·麦卡托尼推出的霓虹粉色内衣套装。下面要说到的是鞋 ，Lindsay Shoes 推出了他们的限量款乳腺癌护理经典芭蕾系列，每卖出一双鞋就会有10%的捐赠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们战胜病魔。最后要说的就是鲜花，全球快递鲜花公司 Interflora 将会捐赠出他们所有粉红丝带系列产品销售的10%，以此来支持预防乳腺癌活动。记住，乳腺癌是目前全世界女性的头号杀手，不仅仅是在每年的十月份我们需要去关注它，所以照顾好自己吧。感谢收看由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带来的着装密码节目，我是车尼斯坎隆。